配合江阴宜兰部婚礼举办的幸福江阴温情六街南部宜区的庆祝日活动，第二届南方乌林杯女球赛嘛，然后来展开。你哈、疫情的关系哈，其实做者活动拢无法度办。啊，拄好哈，因为过去这两个月，咱政府啊民众大家努力哈，和这个疫情来当缓和下来哦。所以决定讲这个。垒球赛，咱去年办第一届，今年第二届吼，继续办。今年比赛咧，除了南部这义区甲学校单位共同为四队来参加，情况是相当的激烈。今年举办第二届南方雨林杯迄个诶垒球赛，这垒球赛吼，阮是南部有三个义区啦吼，包括咱六家吼，搁迄个南创伫科工区啊，搁迄个沙仑即马上新的吼。垒球赛咱的目的是安尼啦，就是讲吼迄个。咱的同仁吼，公务员的同仁吼，有机会会当交流，了啊个对外交，因为阮主要参与了学界去合作吼，所以我邀请两个大学过来。伊里亚前区分了，江阴宜兰部分呢，甲国宜区举办庆祝日系列的唱馆甲艺文活动，和庆祝参加正欢喜。了吼，咱今仔日阁有一个家庭日吼，家庭日就是咱所有员工吼，三个宜区所有南部这员工，配偶啦，啊个囡仔啦吼，会当做伙来参加咱这个家庭日吼。和咱大家这个义工吼，会当较努力起来。希望讲将来咱的发展吼，会当吸引搁较侪咱少年人会当来加入咱工业园吼。今日活动当中，除了是国际会议厅有一场艺文表演之外，下晡嘛安排真侪唱馆游戏，吸引真侪亲子做来参加，嘛希望讲透过这款活动，和这个南部义区的这个童年当放松心情，度过着难得的假期时光。南天新闻台以下六家采访报道。